加勒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应该讲大家平安啦吼。拄啊，杜博士有讲吼。今仔我来讲这个农场管理。那么我首先啦吼，自我介绍，我姓潘，潘良华是我的名。若要记我的姓，介好记。住伫水边的番。因为我原住民，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。马卡道族知影举手未？有伫两个也知影吼。其实马卡道族是西拉雅族吼，台南地区迄个西拉雅族的分支啦吼。因一寡生活习惯吼，甲语言小块通，所以算伊个雅族的对。马卡道。高雄市社长任做市长的时候，我那有甲设一个道路，叫做马卡道路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要记改好记。马英九卡在平交道上，哦，啊回家来，哦，就骂完了、哦、那么这个省是清朝的官来台湾，哈、哦，啊，就问伊的随从，啊，这的人，哦，问这地方的白务官讲。即个部落拢姓啥？拢叫啥名？伊讲无，因拢无姓。我爱迄个清朝这个官吼，靠学问。伊讲哦，啊，即个人拢住伫溪边、住伫河边、住伫水边就对啊。啊，总个树这个姓，住伫水边的番。哦，啊，有影，阮的祖先拢较爱住伫水边吼，要西东西西较方便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我是平埔族，哈、哦，平埔族嘛是原住民，只是许个汉化。中华民国政府无要承认，因为伊知影讲，伊爱来甲咱汉化了吼，互咱台湾人拢认为讲，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吼安尼就乱去啊，吼。啊，所以咱卖许即汉人来甲咱毒化咱的思想，吼。那么，真侪台湾人伫即67年来，足认真学汉化。哦，伊敢若学叫咱袂使讲咱台语吼，即、哦這个台语的包括原住民语言、客家语言拢是吼，伊拢讲咱爱讲因所谓国语吼、哦，其实是北京语啦吼、哦。那么有人即马北京语讲甲足认真诶，啊，颠倒台语袂晓讲，吼、哦，即马少年诶，为细汉幼稚园到大学，差不多拢讲北京语。啊、所以你有时啊，你甲咪讲台语，伊听无呢？即马少年咧二三十岁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作者来咧，啊，一个国家若要灭亡，伊先为你的文化、为你的风俗习惯、为你的语言，甲你改变，吼、哦。像阮的祖先，阮的语言都拢无去啊。像讲高雄市这个地名安怎来，就是用阮祖先的地名来号的。阮有这。迄、那个所大所在较早吼，阮拢会种足侪气竹，啊，气竹足侪好处，就是讲你要起厝吼，也是要做农具，也是要咱个较早迄个菜刀吼，啊，咱个畚箕吼、冰担吼，啊，你担遐菜篮吼，拢用竹仔做个，嘿，起厝拢是嘿，竹仔厝个拢是吼，啊，所以。阮祖先伫庄头四棵连灯拢种足个竹啊，啊，迄个竹个名叫做塔口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日本人来了，就清朝算汉人来，原来用这个音，啊，台语叫做打狗塔口吼，所以用作打狗打狗杠，较早叫做打狗杠。啊，日本人来了，就这个塔口吼，拄啊好看日本的音，高雄拄啊港音。因那边原来有一个地名叫高雄，啊，都安尼叫做塔高，所以因拢甲日本迄个名提来用音译，所以高雄市的地名是安尼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屏东的阿口、阿狗，吼、哦，迄是用台语翻的对，阿狗声，吼、哦，是安尼来。啊，我他妈即马都剩这两个，这两字尔啦，剩的拢无去啊。但是我也记我最近啊，我听阮阿公因有时啊咧看。因迄辈咧讲话吼，讲一句我听无诶，迄犹阁是
古早的语言，但是到今拢失传去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咱即马爱好啊，教咱的囡仔拢爱会晓讲台语，哈、哦。啊，即马阿公阿妈拢得爱用足轻松的北京语咧，跟孙讲，哦，实在是可怜，哈、哦。OK， 好啊，啊，即马来进入这个主题哈。即、哦、农场管理，你若管理了无好，生产出来物件低，产量可能少，还是做者病虫害，还是变成讲你爱做事倍功半哦，你得爱除做者药啊，还是落做者肥料，结果效果也无好哈、哦。啊，咱逐工咱照三顿拢咧食农产品呢，我、哦、所以咱来关心这个农产品哈、哦。今仔我来讲，这可能应该较轻松哈，无、哦、像法理论书吼，拢较硬到哈、哦。来。咱先来讲水甲农业的关系。如果若无水，一定无农业。哈、哦，所有的植物、动物拢爱靠水来生存。哈、哦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，这是生咱生命的三大要素。哈、哦、，OK。啊，今用水用上，这就是这个水稻田，因为水稻是水生植物，所以一定爱栽啊是拢爱水拢爱足足的。哈、哦。所以你若讲啦，台湾若咧欠水，都拢要修耕，就是水稻修耕哈。土壤嘛是所有的动植物爱立根基的所在，所以咱嘛爱好啊保护这个土地，啊爱做水土保持。其实这个杂草是上帝设计要来保护这个表土的，哦你只要。你看，咱本能机那个胖过了，你买个杂，哎、欸，一礼拜后就搁杂草就发一堆啊。好、哦，捌听过一句话讲：千年草籽，万年的鱼卵。我伫个沙漠地区，我几啊百年拢无落，啊，像落雨那就水库啦，哎、欸，准有鱼啊出来，爱发草出來，好、哦，所以有一句话哈、哦。啊，今台湾因为生产农作物拢。做袂好啊！人讲做实哦，做农的吼，阮遐拢讲叫做做实，愈做愈实。比如像阮阿公，阮阿公迄阵了十家地，传了阮爸剩三家地，佮传了阮着愈做愈实啦，欠钱着卖一寡地去行经人行农会吼，所以叫做做实。后盖咱来改名，得失迄个失啦吼，做失，啊，即马爱做得吼。后盖民政府之前爱护农民。有较好的台步啦吼，啊，即摆这小耕，拢鼓励讲，大家都去种这非洲菊，哦，做地被景观植物啊，原来会当兼做这个地被这個保护哈、啊。因为你若无这些草啊，那拢土，啊，咱台湾落大雨，即摆拢极端降雨哦，哈、啊，有些一天落啊四五百公里，好、啊、像莫拉克八八风灾，两天甲你落。甲要两千毫米，啊！咱台湾一年的雨量嘛，较2150毫米，结果伊伫两天内底甲咱落了了，哈、哦！啊，就造成足大的灾害，哈、哦！啊，即表土，迄大雨滴呐，特别喷开，哈、哦！迄土壤就对喷起来，啊，就对水流去。啊，上好的表土，上肥沃的表土，迄种算有一寡足有丰富的有机质，结果拢流去溪啊，准流去。大海去哈，而且做无菜。哦，你看莫拉克风灾，这个家是南北大武山，较南边多，我住伫这附近啦哈。啊，所以你看以前唔捌看到这一条一条白白，迄拢是莫拉克风灾崩塌地。这你看细者，迄是拢几啊十家呢？哦，啊，你看咱树啊，哈、哦。其实山顶的树啊，现在山顶的树啊，袂使要被扯，因为你若个电管这个扯掉，吼、哦，啊那根啊，搁互你乌，像日本人来因是有扯有剪哦，因来扯好的鱼脑机，迄足大机的鱼脑机扯掉，但是伊个头部无乌开，迄、那个树头无乌开，啊所以边啊个空地着搁种一挂小苗落，但是国民党政府来，伊扯，搁兼甲迄粒树头乌起来，去做屏风。迄、那个迄座炮台刀啊，吼、哦，哎，足贵个啊，附加价值足高，啊，所以因国民党来抓过来挖个。另外，伊只根其实就是拢咧伫山顶咧
满遮个泥土。我做囡仔阵，吼，阮个山顶个雨吼，那落落一礼拜，较有看水落来。因为呾山顶，因为咱北大武山迄阵无啥开发，因为阮个向安尼足陡峭，吼，所以你要做车路拢困难。啊，所以遐就无啥受到破坏，无啥错到手啊。爱落一摆，拢连续落一礼拜，阮遐个溪沟较有看山顶个水落来，表示呐，他山上那些大乔木、中乔木、小乔木、灌木、地坯植物，是一丛一丛，迄地好地落来，你要留落去到下骹，爱足久个时间，伊看甲你神。啊，土块表面阁有差不多几啊树吼，或者伊落叶落来遐有机质，吼、哦。那么伊遐敢若像海绵呢，所以所有个雨水来拢好新掉嘞，所以无。流落来水拢还阁清气清气，哦，小可落落尔，袂讲像即马，即马若山顶落，差不多三点钟后，阮遐水溪水就融落来，表示拢无涵养起来，拢直接冲刷，啊，水拢哦，迄，啊，若阁继续落，像这落落较久，伊个根毛，迄个限度啦吼，你要搬只土毛就限度，啊，你若水分伤过饱和足重个，土就家己就崩去吼，啊这。你冇看见，这头落下到差不多十二米深来个根啊吼，因为这万只深。OK， 好，咱来看以色列，以色列是跟咱足同款的，边啊拢是罗马国家。我啊，咱对面台湾海峡对面就有一个罗马国家吼。啊，以色列伊是一个沙漠地区，伊欠水足严重，所以65%的水。是靠加利利湖，村的水25%，因发明海水淡化技术，啊，这海水淡化技术就是因上先进，吼、哦，上一个专利。啊，村的无够的，10%的水变哪来？因个个所有用出的水个废水回收，个重新过滤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以色列虽然沙漠地区，因嘛爱食物件，吼、哦，所以因发展。滴灌系统用电脑控制来滴这个水给这个植物吃，你看，一滴落来，敢那给迄个头部、这个根部吃水呢，边啊都拢无啊，所以你看边啊拢袂发臭。我细汉拢爱和阮是大人，那放学哈，还是放假，都叫伊爱烤草、刮草，我一个尾针敢那遐么刮断呢，所以。阮是大人，因阵肥了也贵，啊，所以因若看到杂草，就敢若看到原始人，因拢想讲，啊，这草啊，拢会甲肥食掉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啊，除草阁是足费工，迄阵拢无杀草剂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因发明这滴灌滴，啊，你即丛树啊，大细丛，偌大丛，一工要食偌济水，电脑控制滴来互伊。啊，伊说咧水足贵哦，因一度的水40块，就一立方米，吼、哦。一度水就是一立方米，咱台湾一度水10块尔，吼、哦、差4倍，啊，所以咱台湾用水就较凊彩、较浪费。因含这水含这卡，因的因袂使洗车哦，因的车干那会当用加盟证安尼背背尔，啊，你若用水去洗车，人会使甲你举报，吼、哦、会开罚单，吼、哦。你看因欠水欠遮严重，但是因都发明这安尼来吼，毋、哦、捌看因讲咧啥物旱灾啊。因本来就旱灾啊，只是用科学来控制哈。啊，以色列因嘛是跟咱同款，差不多全民皆兵，因连查埔这边啊，咱这是查埔面哈。OK， 好，啊，来讲粮食甲国家安全。啊，看中国历史哈，因3000年来历史就是战乱史，啊，大部分有着那会发生这个。改朝换代，就是讲差不多饥荒发生，吼、哦。饥荒啊，即个百姓无饭通食时，饥民会变盗匪，吼、哦。所以会结群结党，吼、哦，啊来，到尾来反政府。啊，以前蒋介石来台湾，伊还佫咧实施啥物？战备粮，我咧战备粮，咱足久毋捌听到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啥物话叫做战备粮？就是即。新挂落来稻米，甲提去仓库下，啊，许个菇许个
被判呀，阿卡哥提出来吃，好、哦，又都沾鼻梁，好、哦，而且做讽刺呀，就是根本做兵拢头个咱拢食古币嘛，拢甲新的币下一层个，啊，特别过期的，特别判的，提出来煮来吃安尼，好、哦，又都沾鼻梁，好、哦，啊，有影呢，台湾，咱台湾的粮食自给率。都好32%-33%，啊，剩的要几多来？剩的68%要几多来？进口啊，因为即马各个国家吼，伊即马实施大农户的政策，用大个机械，像美国用大只机械，拢机械操作，跟做拢几啊百家，哦，甚至喷药啊，还要师傅连去喷嘞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因的生产较会好。啊，咱种小农制度，咱的生产拢成本拢贵，所以拢无多跟国外竞争。哦，像咱玉米、大豆这种进口的大宗，啊，所以那蛮不利啦吼。台湾跟阿强啊处理了无好势，阿强啊去批评，甲咱封锁，啊，咱粮食爱靠这船只载，而且商船听到讲这海禁。甲你布小个，即个船拢全唔敢入来。啊，迄阵咱就，敢那内部咧抢，头冻半年，咱无粮食，咱就内斗啊，就南北战争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粮食嘛，足重要。啊，所以咱以后民政府执政，都要提高咱的粮食自给率，上少50%以上，哈、哦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做实袂好，愈做愈实，所以无人要阁布条啊。所以把这好地租予做太阳能板的公司去种电，即马无要种稻啊，即马种电，好、哦，啊即马无要布稻啊，乌鱼骨啦，多人去饲泰国虾，吼、哦，饲迄个乌龟鱼。啊，你若讲向阳光，向海禁，向风色，啊，无够牛市通去食。这要敢贴落来，这敢补下落，这顶口讲的吼，这我嘛补袂。啊，这农地休耕政策哈，这休耕啊，得过一家地得啊，过50,000补助给农民。好、哦、，OK。啊，这树啊，这乔木呐，大乔木覆盖，后壁这对立个覆盖，连江这就变森林啊。啊，那向阳讲要过填补条啊。干那切怪手要来乌只树啊，着头较大心啊！哈，啊山顶咧采树啊，结果平地、农地咧造林，哦，这嘛作讽刺哈、啊。好啊，农业甲环保，即嘛，哦，你讲哦，这三个干那无敌铁金刚，拢无挂防护罩、防护面罩拢无，其实因安尼扑是家己是直接的受害者，哈、啊。啊，那无照，像我这已经拢咧开始要八岁啊，开始咧弯落呀。啊，这那无伫安全用药的期间哈，哦，那安尼出医药采收，这个农药残留问题哦，都会发生了哈、哦。啊，伊直接受害，啊，咱买伊的米来吃，就间接受害。OK。啊，讲到，因为。台湾拢已经惯性农化惯习啊哈，你这个看这个已经敢那这棵稻啊色无啥共哈，这有可能哎掉挑啊哎，啊这个啥？不是啊，要害的是较少。啊，我今麦要讲的就讲，台湾用农药，咱一年差不多用9公斤以上哈、哦，那么。这个药啊，吼，大部分农民其实对农药无解了解，啊，卖农药人嘛无了解，啊，所以因咧派药啊是用像咧拍散剂啊，啊，本来你若讲针对一种虫配一种药啊，就是 OK 啊，唔是啊，伊即嘛伊无了解用包，伊惊讲你一人啊处无对哈，无对症下药，所以伊甲你开5行用包去就对啊，像咧拍散剂安尼就对啊，好无？本来是一枪毙命，伊就爱拍山地安尼，几啊十粒出去安尼。
造成讲第农药商伊要趁钱嘛，伊即个甲你派五行，等于五倍计是差不多五倍计是意思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农民啊，戆戆出有时啊，处处咧甲你糖无倒，甲你先倒去红林，所以甲你人讲啊，厝友啊，甲你家己处处倒吼。啊，又个是一个问题，就讲咱的消费者作侪拢，吼，尤其都市的，因看菜叶啊，一定爱看无红的、无起起来的，伊才会讲哦，这种了作水的。啊，咱若拢这个消费者拢这个心态，就会造成讲啊，农民讲啊，你若要爱水的，不爱好糖食的，无空的，我就甲你厝叶啊，厝较重的，啊，糖拢厝好死。啊，农药残留伫这个菜花顶管，啊，变成恶性循环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南部有农民拢一直寄菜寄去台北，啊，事后咧讲，吼、哦，台北人身体作用诶，我药啊甲厝较重诶嘛食伊，啊，食食即马都大家年纪较大，累积久啊，到一个极限点就发病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农民家己咧种诶有一股菜股。家己买食，这无厨余啊！吼、哦，啊！都我那听我台南一个朋友讲，因后生吼，啊交一个女朋友，啊你嘛带转来，都买去家己的山上，都去挽啊呢！啊因老爸个尾啊，发现讲，哦要走去挽山啊，都赶紧甲冻，讲我莫，迄啊无我种的无好食，来恁姐个遐，互恁姐个遐种好食，其实内部是啦，伊。做老爸知影伊个选项厝药啊厝作重个，啊伊唔敢予因这个未来的媳妇吼，食迄有毒个选项吼，那食了唔知后日啊生唔知要生啥唔知咧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准带因姐因小弟遐吼，伊知影伊较无咧厝药吼，啊所以咱唔通为着要食外观好看，爱食内容物吼、哦，外口唔为着讲好看啊。有啊，厝作重的嘛吼。好，啊，即摆咱来看这个蔬果农药残留问题。作者菜，吼、哦，咱要食爱食当季的，当季的就是上好种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什么？进目前上安全的蔬菜是啥？唔是。上安全的第一名是洋葱啊，吼、哦，因为洋葱伊本身就迄个气味吼，加一糖不爱我爱食，吼、哦、洋葱。啊，第二名啥？番薯叶啊，嘿，番薯叶啊，第一就是讲伊番薯叶本身有冷啦、啊、吼，有迄白白冷，可能糖也较不爱食，所以番薯叶啊算第二名。啊，第三名呢？是红菜头、红萝卜，吼、哦，这算较无农药呐。伊迄根茎是土噶，啊是小苗是加糖去食迄菜心，迄菜心要食就歹呀。所以细长，迄个知影细长拢有咧处理啊，啊拢处理表面，迄较无要紧，下骹迄个快进是 OK 的哈、哦。啊，第四名啥？啊，韭菜，无，佫唔是咧，韭菜因为。韭菜是要搁无列入十大安全名单内底，这拢无伫内底。我安尼念袂听啦。过落来第四名就是红红菜，嘿，红菜。啊，第五名就是迄个蒜苗，哦，蒜啊，哦，伊蒜啊嘛，即气味糖也不爱食，嘿，晓。啊，第六名。南瓜就是金瓜之类的，哎，啊，金瓜因为伊个皮厚嘛吼，伊算这个果实，迄、那个果蝇要顶啊，顶较袂顶着吼，伊是迄搭咧立一安尼尔，吼、哦，这也较无病虫害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来讲较毒，上毒的第一名啥？哈、啊，我啉一茶。即马就是因为大家储罐时啊，刚才讲。啊！我要做有机，我不爱除药。结果边啊，大家拢咧除药，啊，遐糖啊，遐啥啊，拢背背来我遮，点食了了，啊，就无收啊。
反美即马较袂啊，以前反美足毒个，农民拢甲迄个好年冬一叠，伫迄个心、迄、那个过迄头吼，甲点落，迄足毒，哎，好年冬阁足久个。上毒的吼，就是菜刀啊，长菜刀的，因为伊迄足紧消长，所以也不是主要啊。伊迄个长长短短，伊旧的两半啦，啊中的个啊短个出来，啊后个咧开个后壁一直来，啊所以不是爱主要。哦好，好 OK。好，啊，若有要洗手间呢，也是有电话量要听，拢去后壁无要紧吼，自由活动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豌豆，啊，这都拢因为伊拢连续一直生一直生，啊，所以你不是农民为着讲啊，都超过十天无出啊，病虫害要来啊，伊就去出。啊，若迄批拄啊，咱去买着，啊，都农药可能拢较重，吼。啊，所以真侪这问题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就。青椒，嘛甜椒啦，唔是青椒，甜椒，甜椒嘛足够消长，所以伊拢不是爱除，要爱控制掉咧，袂使好病啦。系啊，系对对，除荷尔蒙，系，系啊系啊，对吧？唔是安尼咧，比如讲，有个桃类是安尼对，嘿，啊，过来小黄瓜也是。小黄瓜呢，做个消长呢，所以药啊拢对掉了哈。啊，这大家注意啦哈。哦，啊，个迄个小白菜也是哈。OK。好，啊，这海蛎啊，这是我买来食啊，煞，如果看报纸甲砍来，煞袂去食啦。到第三天去看到，佫现个哇，只要看一下你大啊哈，你有霉菌发生。啊，这个个。三天就派了，另外一三天就派了，但是这粒呢，这粒同样这个经验，我拿去我报纸看，我若要十天后，显贵要好好啊，我就好奇心讲，啊无，你几天才会派，我就每天甲看，每天甲观察，好，你有几天派？三十天未派，有恐怖，结果。我了解就讲，因拢为这地头点药啊，点药啊落吼，规个连细菌啊，连虫拢唔敢坏，所以微生物无法度甲分解。头拄仔三工，迄微生物就甲你甲分解啊，好无？啊，你看咱呐，这两款感冒，咱要食对一款嘞。吼，爱食迄三工就歹个吼。啊，所以是毋是咱感冒要等下先下三工看卖，然后歹个开始食。啊，这都市甲城乡的差距哈，这地方增加哦，起这栋够水的。啊，你莫误会哈，这不是农民起的，这拢都市的人，因为十几年前开始开放农地自由买卖，你若买两分半地以上，加下两栋后，这规定啊，上细得按两分半，啊爱下两年以后，你就会当起农舍。啊，这拢都市人来增加起一个别庄做伊的。礼拜拜六度假的迄所在，吼，啊，增加同款，还佫农民做实，愈做愈实，吼。OK， 啊，这中华民国流氓政府，因个君主政府来台湾，伊用对辣椒，就甲咱台湾人压制的服服帖帖，吼。啊，咱来参考看卖。第一就是利用二二八事件，有计划屠杀台湾人的精英，佮要三万个，吼。啊，这拢地方的头人、老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精英是日本人开五十年的时间，较训练出来，结果在迄几工来二十八，甲咱抬了了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拢会当领导反抗的人都拢死啊、哦。第二个，伊用搞垮金融、甲经济民生，因来台湾了，哦，发现我、哦、台湾人家报道了。啊！咱已经许歪六十七档啊，台湾还袂倒吼，这真正报倒吼、哦。来到甲咱的糖、油、盐、米，拢运转去中国，一般歪哥
当地家己落地啊，一半去支援因的国共内战。啊，所以以前台湾毋捌有饥荒，哦，迄阵啊台湾人可怜，拢食安居签，我哪食有到的？好、哦，迄阵那要食白米，就差不多爱亲戚朋友来相催吼。阮母啊，较会下骹拢安居签顶悬一连白米，啊，底互亲戚食底顶悬的白米。啊，我嘛就搁食了番薯签，啊，所以，哎呀，番薯我啊三季当中，我拢改良改良新的品种，啊，我有种，啊，怎么生迄个球菌哦，快菌，我都台湾爸讲爸，我煮番薯饭互你食好无？水足坚决，足反应足紧，冇，用好日本好迄、那个日本照料吼，国民党来食甲惊着啊！较早可怜嘞，嘿，番薯签那个臭鱼嘛爱煮落食呢，嘿，所以伊惊着，哦，我嘛是想，我都有啊吼，我煮无我家己煮，我家己食嘛，但我咧底饭哦，我爸食是我加掺一两块啊，伫个饭内底，伊嘛食着，哎呦，哇，怎么番薯遮好食？怎么换伊走去外远啊，甲我讨番薯甜，换伊家己要种啊，嘿，嘿，真正有番薯签食较惊着。来，佮用大地主变做小地主，伊用啥物三七五减租，耕者有其田，有无？把咱个大地主拢变小地主，啊！这大地主嘛是地方个头人，吼、哦！啊，头拄仔即个袂记讲着，搞法真浓，伊用四万换一箍，你生理人，你佮较有钱，你总共即马有四千万个人讲好个人，四万换一箍，你存一千箍，啊！若即马一千箍，咱都一工就开掉伊啊！哎，啊，就有一个雇主讲，迄个人卖十要十家的，要起大厝啊。结果向我个咧变一个四万块一箍，拄啊剩会当起几条啊尔。所以迄个人无多对某囝交代自杀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这你看这三个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，这拢会当做好家人吼、哦。你的生意人大好家人，拢会当地方化水的跟动的，会当带人反抗的。啊！这人这三种人拢无去啊，咱台湾人就无力啊。都像即马啦，你讲要去凯道，要去示威游行，真招无啥会行，吼、哦，就是安，大家拢散屁屁啊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烦恼讲啊，我今仔若无做，明仔无通去食。对啊，啊，迄嘛剩一两百人呢，无通啊像较早安尼，对啊。好，啊，过来，那抓无到的，后壁继续用白色恐怖来给你通知。你若无听话，还是你讲唔对话，吼、哦，连咪就抓伊立刻关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过来用错误的教育、移民教育，把咱的敌性反转。咱台湾、日本的台湾、日本本来是咧跟中国咧相战的，咱是敌对的。但是伊即马1945年10月25来，甲咱讲咱台湾回归到祖国的怀抱，啊，啊回归，讲咱拢倒来，恁拢日本人拢变倒来中国人啊，啊想台湾人讲讲想想，嘿，有影咧，啊我若跳过来伊这边，我变战胜国呢，啊大家嘛要我，那伊迄阵的官僚，介侪人拢嘛想我要来挖战胜国，上要做战败国，安尼阵又怪伊，好，啊佮咱加讲，咱的较早做一部阿伯。都嘛讲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有无？那做一部阿伯弄下安尼嘛？哎、欸，就甲咱祖先都甲咱洗脑。啊，所以今仔大家来遮，就是要甲咱头壳内底所底中国本质，要甲清互出去。吼、哦！啊，你莫讲我，阮无啦，阮祖先拢中国唐山遐来，不要搞错了。其实台湾人85%内底。的基因你甲抽来，其中85%的血液拢是咱南岛语系，哦，拢原住民的血统。啊，你要安怎知影讲咱是原住民？第一上简单就是你甲你的手稍微凹弯，遮若有一条绳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咱原住民的血统的。啊，过来就是你的脚尖甲上边啊，吼、哦，上边迄个尖甲若有鼻唇的，哦也拢是。啊、所以你莫误会，啊，还有一句话讲，有唐山讲无唐山嘛，
这嘛错误的。其实，因登山要来台湾，大部分拢是底下跋主教欠人钱的啦，啊，通缉犯迄类的，较会要，啥物人要离开家己好的家庭，吼，拢一定有发生啥物事故，他走来遮，啊，走来遮十个来，六个差不多伫台湾海峡就死啊，死的起来，三楼一回头，所以剩三个，啊，这三个无啥物经济基础来。所以，家己拢做罗汉卡做乞丐，吼、哦。咱当时台湾平埔族规个沿海遮平埔族，拢是母系社会，就是妈妈上大。恁若有人咧嫁娶，阿公有叫阿姑爱去坐大位，迄拢是平埔族，吼、哦。啊，比如我南部，若生囡仔了，迄个拢爱回来爱食麻油鸡酒。这是平埔族的血统，诶，迄个传统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甲想，一个母系社会，母系妈妈上大呢，伊迄个翁是招翁招来呢。伊较早母五的牵手，较早是妈妈牵爸爸的手，是妈妈主动去牵转来，牵转来做翁的，吼、哦，招转来做翁的呢。啊，咱即马是倒变，咱咧讲牵手是查某的。其实不是，较早咧讲牵手是查甫的呢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这个翁要招入来，你若表现无好哦，啊，等你明仔你出去了，这个妈妈吼，就把你的行李款款来，用草席啊包起来，把你下到门口。等你回来，你发现讲啊，你的家当拢用下伫门口啊，你就知道你被羞辱了，你就爱无咧，点点啊走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你个想想。一个遮权威的妈妈，母系社会这边，伊靠伊看恁遮罗汉卡，啊，敢讲台湾的查甫拢死了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若阁唔相信，安尼你去台北马街病院，吼、哦，迄个林玛丽，吼、哦，伊专门咧研究台湾人的 DNA， 吼、哦，你去抽血，好验看卖你就知影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啊，阁来用假的民主选举。你看，咱即马选举敢有公平？国民党有当选，国民党掌控电子媒体啊，平面媒体占90%几拢。即马好买得不了呀吼，连自由时报嘛应该去要买一半有啊。安怎？你甲看即马迄个救兵大军伫台湾咱写一年无买报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选举。定义讲，那你要做个比赛，讲要走100公尺，伊用头伫个50公尺头前遐，伊个起跑点伫啊，伊累积党产，甲累积即个宣传机器，哦，所以你变哪算呢？迄个一寡事件的解释权拢伫伊个手里 ，OK 。好啊，这个就是40,000元一块哈，奉令以40,000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币，好、哦，注意哦。新台币，欸，奇怪，为这下当看到一个事实：中华民国无拥有台湾澎湖的主权，因为每一个国家，伊若要发行钞票，伊拢用伊家己国家的名。吼、哦，美国有美金，法国有法郎，英国有英镑，日本有日元。吼、哦，啊，伊若要在台湾要发行新的钱。伊那也无爱发行中华币，他也爱为台币加一个新俩。好、哦，为遮就会当看到讲，伊无拥有法律上的台湾主权哈、哦。好，啊，过来看，即个外来一部，即个原来，尤其即个韩籍加番马啊，吼、哦，伫拄啊建楼迄站，一寡。水利设施拢歹，啊，一寡电力设施也拢歹，无水通个饮，啊，拄好这两项耐旱植物，吼、哦，旱雨加这个番麦救了足多咱台湾人，哈 ，OK， 啊，你来看，这个叫做番石榴，这個、叫番茄，啊，这個、叫番仔姜，这個、叫番薯，这個、叫番麦，这個、叫番仔花，那外来拢叫做番。较奇怪，啊！我内地呢，哪会有人叫番呢？
吼，应该是迄1949年战败撤退来台湾，因较就翻啦，吼，伊嘛外来对不？啊，怎甲阮讲，阮在地讲叫做翻，吼，这唔对啦，吼。好，啊这代替被普悠玛号，普悠玛就是卑南族，哈。即卖因票选，即卖新的迄个泰鲁格号，家己分配新的吼，即卖用礼拜吼，进前无去弄到迄个国月台咧吼，啊，这已经这家己分配啊，啊，这嘛叫外来呢，啊，做网友安那个好名，好啥物名了？安民欢阿，这外来我那加一个欢就对啊，安民欢阿哈。哎，啊，即马即个讲，咱来讲蚵啊。我伫这边吼，啊，因中国遐老兵拢讲老蚵啊。我想想唔对，讲唔对。蚵啊是咱台湾本土的植物，所以咱讲讲因是老蚵啊，啊，咱汉族啊，唔对。因应该叫做新汉族，啊，咱叫做老蚵啊。咱本来住伫遮，是因外来啊，吼。所以这观念我爱改者，后加爱叫因叫新汉族啊。好，来，来介绍绿棉花植物甲果树介绍哈。讲加包果，介侪人唔知啊。你若讲树葡萄，都介侪人知影哈。啊，这树葡萄做好种，你甲种几排，自然就大里头变悬啊，变胖。哦，啊，这真好种哈。啊，伊买落去啊，这古叶呐，寒天差不多后个月，农历过年迄阵哈，一礼拜后叶啊拢落了啦。啊，过一礼拜后。贵了，发个钱变变，哈，做个效果，哈。好，啊，即马有一个新的品系，这若生哦，像50块的银角较大粒，啊，即目前拢差不多，这个品种拢差不多5块的银角到10块安尼，哈。啊，这贵哈，为头部开到尾溜去，哦，啊，这花足芳，差不多介于，这是啥？桂花。砍迄个果兰花，吼，足芳个。啊，这伊是头前两棵砍鸟拔啦，砍嫩木港棵个。哦，你看伊这树皮嘛会晓砍哦，哦，砍鸟拔啦，港款鸟拔啦，迄个原来晓砍，吼。哦，有无这晓砍个无？这个树皮咧大，树啊咧大了，伊就烫砍。哦，这乌金啊。等于讲乌乌个金金安尼，啊！你看头部这涂骹嘛，为只开始就升起来，啊！即我个微电管个翕到落去哈，哦！啊！即伊个第三代啊，我种树葡萄种30年啊，我这30年树葡萄唔捌除药啊，哦！所以这有够好种个哈。那要讲种水果，我推荐这个哈。啊！这什么原因？那？家准无，结果发现讲，因为唔是单人爱食呢，鸟鼠也爱食，鸟也爱食。啊，我吼有一只狗啊，大麦丁迄个101种狗啊，白底一点一点乌的。哦，啊，迄个我拢拿要甲饲的时候，甲放去我走走的。啊，伊头两三分钟放在了了就走转来食饲料，然后。发现讲，哎，最近在拢处理拢慢慢两三分钟去转来，尾后我跟踪，哇，就是这拢伊食个，啊，我大宅伊也拢好要补伊安尼，啊，伊就是狗母啦，哦，哦，啊，你看怀孕啊，结果生几只好料，啊，10只，较低啦，生16只。啊，生个吼，我就讲要甲算看到底几只吼，啊，我都三只半，一只、两只，啊，我这算啊，伊即马已经搁我加倒转去，啊，所以我算半点钟算无，哎，啊，这破纪录个，世界纪录，生11只，啊，唔是啊，生十一胎啦，好，这印度个哈，一个虎鹿哈。啊，你甲看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只，哦，真正够生吼、哦。啊，这有食树葡萄无？我唔知啊。
哦，所以呐，有不孕症的吼，猪葡萄去看卖，但是爱控制好，莫食伤济，莫生三四个，一届三四胎吼，你也顾袂起哦吼。啊，啊，这原住民猪葡萄爱加种瓜，因为生一个100万，啊，迄个政府甲你补助吼，啊，这若生仔，伊就千一万啊呢。好，啊，过来介绍平地樱花哈。阮屏东，我嘛做个樱花，啊，我着买顿个种花，每年开挂，啊，后年佫春开二分之一，佫过春三分之一，过来就是差不多大时啊。樱花惊热哈，但是你看吼，我只樱花开了足水哦，你每一蕊拢敢若兰花呢。啊，这个种唔着品种个啦，这是我咧种方看，讲你若种唔着品种，就倒变，花开5%，啊，差不多叶啊95%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去年《自由时报》甲《民众日报》去搞采访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足好个，伊即马伊花期阁长，还有50天，啊，花谢了，新年也剥啊，一个月也着安尼发个黄沙沙，啊，迄阵拄啊热，拄啊当遮阴。啊！这我拄啊种8年呢，我都发觉红咋咋。哦，啊！这国外人伊这唔来几十年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因为拄啊国外引入来吼，所以会当参考来试种。啊，黄金果嘛袂歹吼，这伊个母长伊个妈妈吼，差不多像电话条遐落高啊吼。爱统计差不多3冬前，捌甲统计，伊迄一年会当生2500粒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种人你就食袂完啊，你就爱分到厝边隔壁到食，伊拢生甲拢会只凹弯落来、垂落来，拢会断，凹断去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这皮吼，你若甲用圆珠笔写字，差不多2分钟后，氧化迄字就浮出来，吼、哦，爱点配合包几粒啊树葡萄，包对。做小礼物送我男朋友啊、女朋友啊，啊，这大粒种的，差不多迄是细粒种的，差不多3粒1斤，啊，这一粒就一斤啊，但是这较无遐好食，风味输细粒的。好来介绍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——火龙果。哎、欸，小蔡，我到几点？哦，安尼好，简单介绍一下来。哦，这全世界上好种的，这阮拄第一个种哦，甲种倒变吼，伊见了一点光发根润发落，要甲种好是足困难的。插倒变讲一点光爆根落，啊！这一年伫阮屏东生11摆，啊！你想有啥物水果一年会当生11摆？哦，山啊，一年一摆，莲藕一年一摆，哦，啊！这一年生11摆，每15天就生一摆，无每十五天开一片花。哦啊、所以佫足好种个，佫免用农药，吼、哦。但是有果蝇会叮，果蝇你啊用迄个药引灯来甲醒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种拢无除药啊。啊，你注意看有无？即含苞个，啊，15天就安尼，佫15天就会当慢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我拢无咧除药啊，所以我个果拢有落来会食，鸟也食，黄鸟鼠也食。食剩的就我的啊，好、哦。啊，另外这许落来食到体无完肤，落来伊个腐竹起来啊，甲你拢改食。但是我甲感谢啦，因为伊吼，你甲我做对啦，这正因拢因咧食。伊是我甲当作伊农药残留检验师，伊若敢食，就表示无动嘛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阮太太伊咧我种爱负责卖，啊。信用，阮的信用袂歹，就阮种一个水果好食，价钱阁足平稳的。我为第一批果开价1斤40安尼一直卖到结束，拢40块。无讲哦，即马风台都水果咧起大价，我著起变80无，我拢40块。所以买到买物件爱用登记的，啊无回糖互伊，因为我爱足好食，我爱冠军的品种。啊，所以遮好的水果不免农药，所以咱著爱加种寡吼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就跟他讲到这，感谢大家，好、哦，多谢，谢谢。
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